你们春节假期的最后一顿吃了什么呢？鸡腿沿着骨头把肉剪开，向下一翻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腌制入味，均匀的裹上油炸三件套。锅里宽油，尽量用小一点的锅。没有炸到的地方，记得要把油淋上去哦。是油炸得太腻，来一份梅子小番茄、话梅、冰糖、雪碧。煮到冰糖完全融化，放凉后没过番茄。看看这一个个饱满的大鸡腿，外表酥脆的同时，很好的锁住了鸡腿的肉汁。再沾点番茄酱，简直美滋滋。来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